40。 想说你今天有特地提早出门吗？可以问，有，是为什么？你是知道说可能会大塞车吗？昨天大概耽误你大概多久？已经比平常多等多久？一个多小时吗？加上塞车，所以等一下1点我们就从那边走到底，然后再回转走第2高。哦，等一下你们还是要来塞这个迈进路这一段。对，所以会塞很久。